那个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煮菜的功力了，因为这两个小孩呢，就很怕他成为这个节目的老鼠屎，因为他们俩太帅，所以现在就是主要来卖脸的。你说呀，为什么你们两个来不做菜？为什么老妈我来要做菜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真的吗？现在练很久了，练很久了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平常两位男生在家里是会下厨的那种？我是完全不会，因为我已经拿过好几个锅子了，然后每次都跟我妈妈来，因为妈妈煮饭煮菜太厉害了。我说气不气人？没有机会学习跟参与，只会帮到忙而已。不会煮菜，还拿了好多个锅子，你看，好气人哦。那你来呢？我是平常就蛮喜欢做菜，哦、真的。然后我读餐饮科的，所以对。那今天不下厨不就可惜了？蛮可惜，我刚本来想说啊，今天要做什么，今天要做什么，但是今天没有要做菜，所以觉得蛮可惜的。对，但今天会当二厨啦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对对，我也是拿了三只锅子，今天大概要锅子。我们累积很多。所以现在比赛拿锅子多的意思吗？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我每次来新南就是保持着一个理念，就是破纪录，拿锅子破纪录。现在最高听说七只叫李千娜。啊，真的、哦，我拿了四只锅子，哦、那快我还觉得太少了。对呀、啊。两只，因为我们整个自由团队到底有几只啊？可以问一下，我们所有这部戏的人，我们可以来当提拔的。那袁姐自己拿手好菜是什么？我其实因为在读餐饮课的时候，什么都有涉猎一下，所以我应该拿手的应该是甜点吧。对对对，哇塞！我记得我的第一次做的是提拉米苏，给妈妈吃，然后她就觉得不错，然后会有就是不一样提拉米苏，因为我放很多巧克力在里面，还有 Oreo， 所以感觉很不一样。哦，这样男人我觉得好吸引人哦，真的哇、哦！如果能够年轻个二十岁多好。不，我现在演的是马姐，好不好？马姐是演色奸 ，OK？ 他们是在演，他们在演我的自由年代，马姐是在演年轻真好，因为无青春的暴退。那袁姐有可能，比如说真的来做个广告，到轻松一点。我有听到有高跟鞋的声音，所以说我的坏话。我有听到有高跟鞋的声音来了，不是不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说我的坏话。你看，他一来就给人家这样子。人家是年轻小帅哥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当我们的孩子都。有余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我们两个的腿还是依然美的啦。哎呀，你穿什么了？你穿裤子啊？差点翻了。其实这里面都是我应该算阿嬷了吧？因为呢，他们都是演邝明杰的小孩。是邝明杰当年演我的女儿。其实这两位年轻人真的很棒，跟他们一起演戏觉得很开心。哦，他们的戏演得真好，让我们都觉得应该跟他们多学习。没有，一点都不像新人哦，看得出来你是由衷的，对，由衷的真的欣赏这一批小孩子，对，真的又帅，你看每个都这么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让我们两个很开心。袁姐有可能会做甜点道具送大家吃吗？可以啊，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准备啊，然后让大家吃。我记得之前上一部戏我有做那个鸡肉卷给剧组吃。但是有放假的时候啦，对，因为点餐 order， 真的 OK， 我要提拉米苏，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可不可以点一个最土的蛋卷？马姐，我以为你要吃我。有这么明显吗？我可不可以点你呀、啊？